聊天室表脑好棒。你们知道在美国最屌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在美国 State Fair 就是这边的20倍嘛。他们最屌的是你一定要每一个人手上都要一个大娃娃，啊、然后背在这样子，然后这样走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大家笑你。就是宣示主权的感觉。没错。OK OK。没错，所以一定要有，我们已经有了。OK， 那那个你可以上去了，你也可以上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们自己选啦、啊，再来你们自己选啦、啊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下。校队该登场了吧？投对一球就能获奖，对啊，这么容易啊、喔？但他没有说给你投几球，还是我们试一下。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奖小莲花。600吧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剩100。哎，他怎么了？之前你校队啊。没到也不投600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那个，我们刚那个有个100块是凹到一个，所以我们这边多一张100块多的，刚好一球100，我先买一球示范一下给你们看。OK。你不要说我不让你们，真的，来，我先投100。那进一球就直接买单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这样投啊。那可以是投吗？可以投。来接。罚球命中率，生涯罚球命中率98%。好。还有一波的二号三号。对，好，没进，好不好？差超远的，差超远的，连框都没碰到。真的，我好久没投球哎，我好久没投球。身体往前，哎，有了，哦呦，哎，差一点哎。真正的高手一球就入，没有，还有我说200，什么200送两球，什么那个我不要，一球就够了，因为娃娃拿太多也拿不动，对不对？阿泰，姐，我们，我们后面进去了，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这边啊，一颗就好。你们的娃娃，你们在哪里？这里，大香蕉，里面那个大香蕉是。好了，给你。我觉得三个有机会，三个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衣服这些什么东西，是他妈又要试啊，就想搞一个。不是你给我200的机会，我一定可以，可以，对。不是你在干嘛？你确定你是篮球队的？不要搞，我刚刚说啥？大哥，你至于稳一点，再想一下，冷静一下，瞄准，可以，你可以，太快了吧，快，拿去，再一个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好紧张呀，所以你们一定得赌这个，因为我看不到其他你们更适合的项目。那么我们就买三颗，我可以赢钱，然后看算谁手感好，谁抽一张吗？你们可以，对，你们可以，你们至少要买一轮。因为我们现在剩200块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觉得说刚才那丢金字塔那个小哥觉得很好，我答应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去找他，我会带着我现在那200块去找他，我现在过去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比较简单还是这个比较简单？难度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这边是一颗，这边是两颗。我现在剩200块了，我要。
球啊，要不要？好啦，所以你觉得不要拼的啦，我只有拼的。好，四颗跟两颗球。来去吧，徐，我们有六颗球，对，我们要400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勇敢震荡哎，还是你别投了。我在看他的那个角度，对对，就这个样，一直往前。我们就是稍微有长一样，会碰到，我觉得他会进，他有机会进的，他有机会。你再试一颗，然后你们再决定最后一颗谁。哦，好。棒！那个他投，我确定，教练说应该是他出手才对。我们球怎么投不完？他就是一直投。加油，投！哎，歪了啦！没有，都是你啦！都是你啦，听到没有？高下，没错，我们要顶尖对决，我们两队 PK， 然后最先投进那队就算赢了。他两个都不进的话，就两队一起惩罚，两队一起惩罚，碎的漂亮。OK， 好，准备开战，最后喽，没错。不行，给你。我们来问小姐姐，我通常点的时候，大家是可以拿现金的还是？哦，我们这边没有收现金，只有收券。哦、那边，我们那边有券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换券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跟小姐买点券了，因为我们来嘉年华会基本上我们用现金。我想要2000点的点券。好，谢谢，拿到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走。国外的风味，但是呢，它的酱又有一种台湾的风味，所以就是一个 fusion 的感觉。
就买很多一起在那边吃，最开心。OK， 拜拜。哇，我们终于吃饭了。好啦，今天大家都还算开心吧？开心，开心吗？回到学生时期的大理。有好久没这样说了。微博耶，好了，大家喜欢我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呢打开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他们的频道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教你秘诀，你是要这样子，这个手势，而且不能重，我养养，这种感觉。哇！怎么弄起来？因为我也没过啊，是，就是你看我的手势。